台北华西街夜市有家吃高饭老店，香卤猪脚皮 Q 肉嫩，有浓浓虎爪味，搭配一碗鲈鱼汤，令人心满意足。新北板桥有间鹅肉饭，招牌炸弹鹅腿饭，用料相当豪迈，鹅肉切盘，肉嫩多汁，一点都不干柴。台北景美市场的红烧肉摊，红烧五花肉外酥内嫩，有天然的酒香，红烧排骨酥炸得又大又香酥，口感鲜甜软嫩，相当多汁。请锁定本周日晚间8点的非凡大探索。